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得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讲解《十轮经》。《十轮经》咱讲到73页，73页头前面加一撮，第二撮。譬如虚空，一切众生皆所受用，此善男子亦修如是。一切众生皆所受用，咱即嘛呢？世尊要搁再来将地藏菩萨的功德，搁引一个譬如，譬如虚空，虚空。就是呢，无别称啦，因为呢，虚就是无形质啊，空就是无障碍啊，安尼合起来叫做虚空啊。虚空就是咱在咧讲讲空空啊，哦。那么这个虚空虽然是空空，但是虚空伊会变成有体有相，伊的体就是平等周遍，伊的相就是随意。他物的这个物质，而来彼此别圆。这间礼堂本来就是空的，叫做虚空。因为呢，有恁入来，所以变成空中变有。有偌济人，这内底有人的体伫遐啦，有只人的相啦。那么你会当讲这个空的物件无吗？有啊，即马就是底有恁遮个人啊，几百人伫遮，啊恁遮个人搁退出去，伊就原来恢复伊个空。所以起信论讲，讲虚空相是其妄法，体无不实，以对色故有，是可见相，令心成灭。以一切色法本来是心，是无为色，若无色。即无虚空之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虚空本来就是呢妄想，就是讲唔是实的啊。伊本身呢，就无实体伫遐啊，就有这个色的物件，有物质的物件来，安尼伊就变有相，变有相。这个色的法来物件，本来就是心，无实。所以这外色本来就无实的，你即摆来放伫遮，确定啊？你甲捧来走就无啊，就无实在啊。所以因为呢，这个虚空就是有物件入来，伊就有相有体。这物件脱体变虚空，虚空本来就无相，就空。所以各位，虚空有体有相，伊的体周遍，伊的相随着色的彼此。安尼，一切众生生在这个虚空之中，咱就可以受用。假使虚空若无这个体相，咱嘛袂当受用，咱嘛无法度。啊，这个色，这个身躯要弄个底，弄个虚空个啊。啊，你脱底了后，才着空去啊。所以虚空呢，确实，咱就是生活伫虚空之中，咱伫虚空之中才会当受用。什么叫做四大皆空？什么叫做一切皆空？今日咱若是呢，无有空，安尼咱就袂当入，因为有空，咱才会当入，因为有咱，才会变成有，啊，所以咱脱体就变成空的。那么佛是安怎要甲咱讲？地藏菩萨参照虚空，因为虚空有体有相，伊的周遍法界，伊的气来随着众生的心。来实现来去，本来就无来去。地藏菩萨本来嘛无来去啊，伊为着度咱啊，变有来有去。伊亲像虚空本来会当容
空空，所以为着要度众生，伊会当容纳足侪足侪真虚空，配合哪家的众生。即个众生若现前，伊就有；即个众生若去，伊就无。所以讲起来，虚空本来就没有定数。那么，请问地藏菩萨到底住伫底？真正有地藏菩萨吗？哇，安尼讲起来，咱就可以体会，地藏菩萨就是住伫这虚空啊。有虚空的所在，就有地藏啊。因为有虚空的所在，就有众生啊。有众生的所在，就有地藏啊。啊，你讲呢？地藏菩萨住伫底？我唔得当甲恁应恁一句，看恁家有拜地藏无啊？恁家若服侍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就有去伫恁家啊。啊，恁家都无地藏菩萨，就代表讲恁家遮无即个众生，互地藏菩萨多，地藏菩萨都无伫恁家啊。啊，这就知影讲，伫即个空的内中有众生，有众生就有地藏。那么咱以往拢是感觉地藏菩萨住伫四大名山的九华山，毋对，九华山是伊的寺寂的一个点。地藏菩萨毋是住伫九华山，九华山迄是咱即个世间的一个点尔，伊来寺寂。寺寂就是讲，伊当初呢来实现出家，去遐修行。但是呢，是安怎咱的禅内底，咱会甲伊称号南无九华山修明世界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这就是呢，因为地藏菩萨，伊毋是住伫修明世界哦，修明世界就是地角哦，伊毋是住伫遐，因为伊时常去迄个地角内底度众生。在那个修明世界，别人都不能去，地藏菩萨因为他有愿力，所以他的愿力可以去那里度人，就像他可以去，别人不能去，所以说他是修明的教主，他不但可以去，去到他阎罗王就又起来，把师父顶礼三拜，请师父坐下，阎罗王才敢坐下。所以人就认定讲，伊就是教主啊，对无？敢若伊去到地有即个威风尔，即、這个风光尔。啊，你阎罗王呢？伊知影地藏菩萨本身就是有迄个先斩而后奏。伊若要救啥物人，就是阎罗王一定爱放人。这就是呢，释迦佛祖给伊的啊，释迦佛祖给伊的天命啊。所有的菩萨内底，身上有天命，会当去救人，敢若地藏菩萨尔。其他的人袂当啊。所以唔得讲，咱呢一直拢谈啊误解地藏菩萨，就是住伫地角，唔对啦，耳孔以后来啦，就听清楚啊，经唔听啦，啊，再到后边去造业啦，啊，若看到人咧拜地藏菩萨，就要讲诽谤，啊，就要叫人卖拜，这款人喏，实在是哦，安尼可怜呢，安即世人爱做三千劫的罪呢。你若讲讲地藏菩萨，因咩地藏菩萨袂使拜，着叫人爱请出去，无请出去袂使。你将来后壁若死了后，来三千劫的罪呢？迄较有好啦，毋通啦。啊，你三千劫关了出来的时阵哦，你还佫会继续诽谤呢？因为迄业还袂消啊，业还袂消，你还佫会做啊，你还佫会破见啊，恶见啊。邪知啊，佮继续做，你佮再对落，迄真正毋通安尼做，可怜啊，无代无志，啊，都是趁人偌济钱，趁人偌济钱来做三千劫的罪，敢会好？袂好啦，毋通做即种罪，咱着一定爱提倡，一定爱把即个好的法门介绍出去。救人的代志，着爱做加做一寡啦。你若会当去度一个人来拜地藏菩萨，你着等于讲救一个人呢。你功德无量呢？这个法门是安怎爱推广？这个法门会救人呢？这个法门若无推广呢，众生无依无靠呢？你若会当推广出去，众生就得救安尼。毋呾就是遮重要的代志啊！连世尊都安尼讲，佮讲，譬如佮譬如，一直互你要听佮入，你听袂入，伊用尽办法。所以咱上面所讲的遮侪遮侪譬如，拢是咱释迦佛。确实用心良苦，咱要好好甲听入面。即马去看，请看经文73页第四章。此善男子行如是等，
无量无边诸功德法，悉诸大众，闻说地藏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称赞功德，该歇希奇得彼精友，尊重恭敬，该大欢喜，至心贴观地藏菩萨，目不沾舌。各位，世尊对头啊，一直甲咱因譬如地藏菩萨亲像啥，亲像啥，安尼咱呢对上面的譬如之中就可以知影讲，地藏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法，世尊譬如袂完，伊的功德法太侪，讲袂完。当时伫在会才听讲。听完了世尊介绍地藏菩萨，讲伊所修的成就无量无边的称赞功德。这个称赞功德，世尊是无乌白讲阿罗的呢。伊既然甲地藏菩萨阿罗甲安尼啊，真正讲人讲讲阿罗甲会搭字起来呢。啊，伊称赞的功德是赞叹啥？广结福利之功能，此功能令为善行之德，安尼才功德呢。地藏菩萨，伊的福利会当利益人，伊所修的福利的善行，可以讲是足有道德的。唔但讲呢，世尊一直赞叹伊的功德啊，大家人听了后，拢该得到希奇效友，这叫做未经友。未经友就是唔捌听过，哦，过去呢唔捌听，唔捌看到，起码你这个呢，十轮回向。才听到，所以对地藏菩萨的成就，大家人听了后更加升起一个恭敬心。也伫这个听众内中，大家人听甲法喜充满，虔诚心、用心去注意听，而且呢，大家人看到世尊介绍地藏菩萨是安怎安怎，即马大家所有听众呢，听了后呢？目睭拢看对地藏菩萨的身上去，听到世尊介绍呢，大家即卖呢，所有的眼光呢，拢注目对地藏菩萨的身上，大家向地藏菩萨的身上头甲尾安直甲注目，目不转睛，就是看甲拢无逆目的啦，是安怎？因为恭敬，仰慕迄个心，所以目不转睛。唔甘忍一个呢，看甲安尼哦，真正无休困呢，舍不得，唔甘讲，甲目睭小转眼，安尼咱就知影讲，佛陀介绍地藏菩萨，在会听众拢已经听清楚，世尊看到众人的眼光，嘛知影讲，恁大家人即马拢咧看地藏菩萨。看地藏菩萨要创啥？一来恭敬心，愈恭敬伊啊，才伟大啊！你过去人大家拢误会地藏菩萨，讲是伊咩？即马才知影地藏菩萨的伟大，伟大到这个程度啊！哦，二来希望对地藏菩萨伊的来历，佮会当加了解一寡，佮加听一寡，所以迄种盼望的眼神。迄种目不沾舌的内心的一想，敢若世尊看有尔，剩下拢无人知啊。所以咱人呢，你若伫甲看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呢？会是毋是安尼？咱会问人安尼，对无？因为伊有心思，伊一直想要甲你讲，伊讲袂出来，伊就一直甲你看。如果你若是呢，知影人，啊，你安怎？你伫甲看，你是有啥代志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啦，所以大家人一直看地藏菩萨，看到目睭无呢，世尊就知影，哦，知影讲因即卖心内咧想啥。那么既然恁大家人遮尔啊仰慕地藏菩萨，遮看到安尼，大家人呢目睭无转轮，好，下面世尊要阁重复来甲恁介绍一个地藏菩萨的代志。你是世尊重现出义而说上话。世尊确实实在是
安尼注意甲真清楚啦，吼，看到逐个人目睭迄个期待的目睭，伫咧看地藏菩萨，所以世尊嘛要阁对头啊呢，阁再来用记上头啊，咱头前面讲过，即叫做中行，叫做个长的文，即嘛用记上就是用迄款呢诗词，用迄个呢歌词的方式。搁再来甲伊重复讲一届，重复讲一届呢，安尼咱比较得呢，听起来就会搁一种回忆。啊，伊即个记上内中吼，话人是话是重复，啊话是高起，话是头前面无讲着，伊即马只会搁再讲着，所以咱听记上，一来回忆，二来会当搁加强咱的知识。74页，地藏真大师，具多德功德，现声闻色相，来启受大师。世尊用这个记相，要重复来赞美地藏菩萨是一位大师，真正的大师，就是咱讲菩萨，就是摩诃萨埵嘛。那么摩诃萨埵的菩萨就是叫做大师啊，也会使叫做开师啊。那么大师嘛，会使叫做上师啊。是安那菩萨会当来称呼做大师，因为已经远离迷执，远离邪见，已经正见法理，圆满自利利他的行者，安尼才会当称作大师。在《瑜伽论》里面说，说无自利利他的行者叫做下士，有自利无利他的行者名叫做中士，自利利他执着名叫做上士。所以你若看到上士大士这句话，就知影讲有做自利利他的工作。那么做自利利他的工作才重要哦，各位，你若家己诶，家己修，也无咧利益别人，也无咧利益家己，你呢无咧修，啊叫做下士哦，哦，啊你干那利益家己，拢无咧利益别人，这叫做中士，哦，小可捌淡薄仔尔。你若真正会晓利益家己，搁利益别人，你就是大菩萨，你就上士啊，大士啊，咱佛足客气。来赞叹地藏菩萨，赞叹地藏菩萨，伊真正是一个自利利他执着的大师。唔止干那讲自利利他，要搁再显示菩萨度众生的苦行，讲具道德功德。这个道德呢，翻译过来咱这边的话叫做道术，道术就是超度行者。的名，咱行超度行的人，对伊实主顶呢，伊去掉伊的贪着，啊来修炼伊的身心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地藏菩萨伊修为着度众生伊的苦行，世尊赞美着讲，伊度众生的辛苦，其足含有敢若亲像行超度行迄款行者的功德。超度行就是呢，伊身躯只有排18种物，伊无道场，伊行到底就带到底，不倒单。那么地藏菩萨，伊为着度众生，游历诸方，十方世界，游透透，伊会当耐性接受遮个呢艰苦的行，伊为着要度众生。会使讲，参像修超度行的人同款，无闲脚，无休困，非常认真，尤其现声闻色相。地藏菩萨本是呢已经成就的人，今日为着度众生，伊显示着声闻性的出家相，身穿袈裟，啊，右手呢握色中，左手捧明珠。这种的庄严威仪的色相，要人人看到，人人就是赞叹。
那么这位现身文上的出家人，今仔日来启受大师，大师就是世尊。伊家己呢是安那个叫做大师啊、哦？那么世尊伊伫遮呢？讲到地藏菩萨用尽种种的譬喻言辞来赞叹地藏菩萨。那么一来，咱会使讲嘛爱世尊嘛感谢地藏菩萨来广度众生啦，二来嘛安慰啦，吼、哦、慰问啦。啊，咱呢地藏菩萨伫这个时阵来启受世尊嘛是有这个含义啦。一来嘛爱感谢世尊来甲伊呢，安尼阿乐赞叹；二来嘛来慰问世尊的辛苦度众生，坐遮久啊，讲遮久啊，因为一部经讲嘞，拢讲足久个啊。安尼呢，小病小闹休，众生愚多休吼，都爱来甲伊慰问，所以来祈修，来顶礼五体投地，顶礼礼佛的这个座下。那么世尊就是天上天下唯一独尊，所以伊称作大师。所以各位讲到大师，世间足侪大师啦，哦，啥物花啊拢有大师，音乐大师呢，啊，作曲家大师，画图嘛有大师。啊，大师就代表啥？大师就是代表伊的作品、伊的做人、伊的修行已经到无上师呢。哦，已经是会使讲真超越的师啊！这个师不是普通师，是大师。大师就是咱古早讲的讲咧金龟寮的啊。哦，大师啊，真的是讲真老练的意思啦。哦，啊，真老练的大师，就是代表功夫足好啊。伊的功夫呢，确实呢，实在真好。安尼，啊，咱呢？而且，甲看讲地藏菩萨，伊来顶礼即尊佛，是大佛，毋是小佛，毋是普通佛，这是有来历的佛，所以用这个大师。而且，这个记上有几啊句，拢用大师的名义来称呼。但是各位，咱以往呢，拢用世尊，咱无讲大师。但是伫这个重复记上内中呢，我哪有把这个名词呢改转，所以呢看起来哎有较无共款，咱就会注意咯。所以这个文字发展呢，有时阵嘛会当使令咱讲哦，哎提起呢这个注意，其实意思含义是共款的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下面咱来回想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